哦，看个一个地震消息。2021年11月21号，13:12，在新西兰科马德克群岛发生5.7级地震，说震源深度10公里。我们来看一下这原因啊。我首先我看到一个鸟啊在飞呀啊，一个鸟在飞，海上有鸟在飞，首先我看到那海上有鸟在飞，有鸟在飞，突然一下子看到了火山爆发啊，海底火山爆发啊，海底火山爆发，突然看到海底火山爆发，海底火山爆发，嘣一下子海底火山爆发，海底火山爆发啊，原来是海底火山爆发啊。海底火山爆发啊，海底火山爆发，海底火山爆发啊，海底火山爆发，然后，一爆发以后，那个鸟飞离那个地方，然后就那边安静了，就像那个，就像一个燃气上面或者水上面有个阀门呢，压力高的时候，它突然就放了一下子，减了一下压，够了一个。这样的压力震撼一下以后，又停止了啊，又停止了，又停止了，好，知道了啊，好，知道了啊，知道了。